我是肖战。通过翻转的手心，让我看到残障人士真实生活的艰难与不易，但更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对生命、生活真挚的热爱。我也很敬佩那些特教老师，他们一直坚定无私地陪伴着这些学员，帮助他们更好的生活。正如片中所说，只要你能坚持，相信一定能走到那个终点。我相信努力坚强的人一定可以翻转手心，用热爱点燃生命。